部小铃铛哦。它都牛肉面那一类的，哎，它有麻辣哎，哇！谢谢。今天跟家人来淡水玩。水，听说他起来的时候都会在这边买个包子吃。好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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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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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。我蛮喜欢他们家包子的皮，口感是那种很扎实，但是很 Q 弹的那种。好厉害哦，他核心很强哎。
却将梦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，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的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哪个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难怪这边是名店，他们的四神汤料真的好多。一直很想要来游乐园，但实际上我真的很害怕做这些设施，也因为都在玩，所以没有拍到什么画面。而且在做这些游乐设施的过程中，我一直都在尖叫，好像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拍摄。也第一次在这边体验了人生第一只土耳其冰淇淋。
真的很赞。睡到中午左右，匆匆退了房之后，便在附近吃了午餐。而且我打出去的球，竟然往上弹，又要打，再把我打下去。